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，又到了每月绿意盎然的时刻啊，真的是 key 到眼睛都快瞎了。如果有小侦探发现错误的部分，可以留言告知，我会在自己留言上更正。那就开始吧。Oh, oh, oh.
结尾部分分享一个我刚好看到的案例。上个月我在 D 卡上 po 文，说自己玩那款盗版的咒术没几天，就有人密他想购买他手上的账号。那双方交涉过后，对方愿意以14000块台币收购，但使用的也并不是正规的交易平台，结果不意外的被骗了。当然原 po 也并不是要讨拍，而是分享的经验，避免更多人上当。下面有不少人留言分享同样的状况，就真的在游戏中不要有什么奇怪贪念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何况它还是一款彻彻底底的盗版游戏，就算明天被抄掉也不无可能啊。任何资金投入就跟丢水沟一样，只是换成由厂商坐庄设局。在2022年巴哈本上，有人 po 文详细解说关于此诈骗的手法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但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继续受骗上当啊。也希望有缘看到影片的你真的要小心各种网络诈骗。像我影片也常讲，现在很多厂商都会搞虚假的预约抽奖，但总有人觉得自己是那个天选之子，免费帮厂商充人气，拉了更多下线进来被割，或者邀请你进什么小群开直出等，透过游戏中虚假排行榜、群组里面暗藏的官方人员高回馈等，不断诱导你消费氪金，然后再给你突然来个官服跑路。希望各位游戏里外都要学会避雷，并提高警觉，做个理性聪明的消费者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斌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